摩卡，不是，我在喝 cappuccino。cappuccino。什么谢谢？送你几包哇？那些人都打抢啊 ！You gonna buy me all snack? No, I have no money. It's too expensive. 我的英文不好，所以我只能讲一句 ：so expensive。我的门叫 so dear，太贵了那些 snack， 不要吃太贵的 snack 会肥啊。女生不能吃，男生可以吃啊。好正啊，来 ，cheers cappuccino。拍卖很难标的，没有啊，我 setting 了吗？不要让我亏就好啦，我还要寄给你们呢，寄费哦。机费我算200马币要了，机费200最少，马币200寄回来给你们。然后这个东西也不便宜哦，几百块了哦。明天你又生日，我假装看不到，看不到，看不到。我每天生日都没有人送我东西耶，干嘛晒呀你们？英国有没有我不知道。那个是小小小个的，是拿来装酱油的，刚刚好装豉油，点豉油鸡啊。英国有，英国应该有，马来西亚没有。现在重点是你们马来西亚没有啊？I enjoy my life, of course, always. 今天没有干人，因为他们去救灾，救灾的时候不要干人啊。你好，你很像是喝 cappuccino。对啊，我只是喝 cappuccino 啊，我唔中意饮嗰啲摩卡啊，嗰啲很多奶啊，摩卡。我不缺奶啊，我每天都牛奶了。How are you, dear? 哇啦呢，有人叫我 dear， 我很怕。Why you call me dear? Dear， 你知道是什么吗？亲爱的，你知道吗？如果你叫我 dear 哦，等一下我的 market 没有了啊！不要在 public 的 life 里面叫我 dear， 然后那个其他的女人暗恋我，不是思念？不好搞这样表白啊！不要，冇屈我啊，大佬。因为我背后很多 dear 的话，他妈晚上我就睡不着了，一直醒起来。那个女人为什么会叫你 dear dear dear？ 那我扑街了，我谁干了我？好的，没有，有一个海盐巧那个 caramel 啊，那个我买，我现在给钱，我回去哦，吃给你们看，你这够不够钱？我拿点卡先。来，我再给你们看一下那个卡的喵，很好吃哦，真的很好吃，很好吃。我们是没有钱的，全部用卡的，没有现金的。这个，我介绍给你们，这个卡的喵西索。来，我买一包。Hi。Hi。Just got on。Yeah。Come in。Take away。Yes。And she is talking about the amount。95 Yeah. Yeah. 来了。Yeah, two sun pack. Yeah. Deshalb wird wohl dann so sein. Aber dann klar. 来了啊。因为刚才试吃了，我不买不好意思啊。那我介绍给你们看一下啊，这个，就这个，非常的香，非常的浓，牛油，再吃多一滴，入口即溶啊，正到晕啊。海边，没有人送几包啊，还送你几包啊，我烂你。
你说送你一块啊 ，OK 啦，送几包啊？你看一包就这样，大哥送几包要怎样寄哦？你知道你知道里面几块罢了，你知道吗？75块啊，马币一包，大佬，送你几包哦？忘了你，不要吃这样贵的东西啦，自己做啦。去 supermarket 买牛油回来 bake 啦，它是 caramel buttermilk 嘛，你就买牛油回来 bake， 省很多哦。70几蚊啊，马子，大佬一下入边唔知几多粒啫，你哋唔好食咁贵嘅嘢，牙齿痛不好啦，对吗？等下要刷牙。70块马币。吃杂饭，吃很多餐了，你知道吗？三餸一湯，你有食幾多餐啊，大佬？我喺入邊呢度冇幾多粒啫喎，張手哥，沒有幾個，沒有幾粒罷了喎，裡面你看一樣一塊塊的。不過它是貴在是海鹽啊，有甜，有少少甜，又有少少鹹咁咯。咪咪，阿斯好啦，你一包，Irene一包就好了啊。